这是一个3天的一个旅程。一直以来几十年，我觉得我很用功，我很用功在做人，我一直都在学习，我一直都在努力，我一直也都在进步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经过这3天的旅程之后，我发现我的真实可能只有一，可能只有二，可能最多最多就是到99%。原来我真的没有遇到真正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状态。走进自我，真的跟真我遇见，是必须要有100%的真实。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我认为我必须要被带领，而不是几十年来很用功、很用功、很用功，然后一直都在进步，然后抓住一个东西，那一个虚假的力量，然后以为自己是在进步之中。原来真正的真实，它是必须要是柔软的，它必须要是非常非常很真实的，而且是100%的真，它才能够产生巨大的一个力量。年纪越大，力量会越小，这是一个表态的一个状态。事实上可以更新的，可以在一段时间、一段人生的辛苦的过程之后，可以被更新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。